你赖佩霞，你是外国生，也来咱台湾大汉，也袂啊，你叫我阮台湾人。对，所以我就感觉真幸福哩。你知影无？我吼全台湾市，我算过，了解我的身世上彻底就是你啊。所以你今仔唱歌，我轻轻落海。敢那我结婚，你比我较欢喜呢？是安尼啦，我是讲你会当嫁我，真欢喜啦。啊，无你安尼落架一只袂输，敢那拉牙呢？对对对。各位现场的嘉宾们，大家晚安。我专讲安尼呢，对，是你立即炖包脱米困炸件。我想讲你两个你牙塞公牙开，什么牙牙塞公？我咧关刀关刀，我咧对你跳舞。我咧新增新增呢，因为你赖佩霞，你是外国生，也来咱台湾大汉，也袂啊，你叫阮台湾人。对，所以我就感觉真幸福哩。你知影无？我吼全台湾市，我算过，了解我的身世上彻底就是你啊。对啊，所以我恨你较凊彩。你会当叫咱台湾人，啊，佮含阮即家人也袂歹。啊，伊你的修养也真好。啊，含阮做伙了真好。所以你今仔唱歌，我轻轻落海。敢那我结婚，你比我较欢喜呢？安尼啦，我是讲你会当嫁我，真欢喜啦。啊，无你安尼落架一只袂输，敢那拉牙咧。对对对，我烦恼你找无对象。伊较早拢足烦恼，讲我嫁袂出去。伊讲我想落，惊我嫁袂出去。啊，即马嫁出去还足欢喜。我毋捌看你穿蓬裙呢。蓬蓬哈。嘿，是有囡仔面。那遐紧，结婚两个月就囡仔，你当作先就车后补票。无啊，我们两个恋爱啊。即马吼科技足发达的啦，即马结婚吼，常常听到讲结婚了三个月囡仔就生出来。对，我无啦，无迄是自早的。哦，唔是科学越来越发达。迄位是四大人都无同意，啊，将伊带出去外口，等候互捧起来。啊，恁这是四大人有同意，因为你阿免去到美国问恁儿子顿饱，啊，阿免去到日本问恁托米克，对不对？啊，恁翁我的好朋友啊，李向龙嘛，对啦，李向龙朋友，嘿啊，两个叫兄弟款的哦。这高义人，人烟头挂一支目镜，这真正讲话修养够好，叫这个，叫这个，我你叫这个，足幸福。老公对你好吗？很好，我现在才知道讲原来结婚才好着。我是拜。真好笑，对，查某囡仔讲话爱较斯文，讲啊，原来结婚遐尔爽，哎呀，你讲迄啥物话咧？安尼讲都无意思。迄爽怪有 echo 啊，真爽爽爽。啊，伊个房间内面，敢着搁装设备，加搁兼装回音嘛？啊，内面叫哪唔着？你像像像像龙龙龙龙。我有看伊人个气色，这两天啊，敢若加较歹，你敢若？叫三顿个操哦，吼！是啦，我看到伊，伊看嘴外国人假神，我那当啊！注意点点，留得青山在啊，不怕没柴烧啊！你不要这样子，你又不是来抢劫的，对不对？抢劫什么抢劫？无啦，我拄仔讲结婚最好是讲吼，两个人拢有伴，安尼最好个啦。嗯，对啦，一个查甫，一个查某个。因暗时你困了较好，你因暗冲啊，会点？小叮当着，大家都会金毛花。嗰啲学赛车呢，好暗时啊，常常因暗啊咧动作啊咧，有苦拉机啊咧。
答不过二嘞。那我爹起来，你起码是当作一只老来吧，这话讲有啊。你讲啥拢听无呢？卖他妈假话听无啦，假样啊我听无。那是你赖屁事，阮只鸡今晚甲你讲，啊都等着这个讲了啊，卡白一出啦。我的人就袂安尼。无啦，人阮结婚应该今晚还阁一人困一间。讲我莫平啊！啊，哦，是讲我感觉奇怪，恁人咋逐工下班拢挂卫生纸转去啊咧？哇，做迄个零零七的皮箱啊啦！对啊，一边关零零七，一边嘛莫输钱啊！对啊，对啊。处理的用较相当啦。那你们有没有家庭计划？准备就是多久以后要生宝宝啊？天丁啊？再过个三四年啦。哎，别别，当我这样子讲啦。我好，你讲要三四年才生。我都跟你讲，我今麦还一人困一间，你无听？但是无迄个代志啦。是啊，你一定是讲啊，来伊啊。开工了，再搁转来分间困啦，一定是啊，我内行。对不对？啊，迄种的都安怎啊？你妈这样才困一觉。对啊，你像我爸爸困上铺，我妈妈困下铺嘛，是死的啦。你拢爬落来啦。喂，我来了。我妈妈拢嘛讲来哦。我妈妈大哥嘛病大背啊。计划差不多四年啦。四年啊、喔，今年要生五个。不是啦，四年了后才要生，因为我现在还小的。那你主张是剖腹生产还是自然生呢？我唔知咧，还未想过遐济。那到时伊若生，咱再来甲看。应该是自然。到时你若生，阮再来看。好朋友啊，看你生点，就你看。看生出来有生理期顿饱无？太是理期顿饱，是阮先生较对啦。李先生算落卡也是哈，差不多啦。有那落卡，有那落卡，两个加嘞，差不多一加一岁数啦。哎呦，加一岁数啦，有数倍，有数倍。阿伯生出来，一生出来比黄色电较落卡哦。黄色电是咩？问拜啥物条件？迄个是比黄色电较矮哦，迄都问题啊都。对啊，安尼，恁翁都误会啊，可能甲黄色电有诶啊。我是听个小亮哥顿饱嘞。哦，这个老可能，或者甲你讲笑啦。我知影恁翁阿婆真幸福啦。那尤其是咱啊，伫个伫食咖啡啦，啥物会啊吼，还是个电影馆啦吼，也咱常常去碰到恁一对啊，红亲母亲。啊，虽然已经结婚，咱已经嫁人啊。人个做恁大官，未歹。未歹。未歹，啊，你做人个新妇个人，都爱孝道。对他好的生，伊恁翁孤囝嘛，哎老伙仔对不对？公主较粗嘞，财产有啊，放落来，啊你着用我卡迄落的，煮较好好食嘞。你要学习二十四孝，哎友好。听讲恁大家大官暗时啊拢唔敢找恁去，啊嘛是热天有蚊啊，也家己先入去房间，烫光光哦蚊啊叮，蚊子请叮，蚊子请叮，叮百日。爸爸妈妈入去困，对对对，爱做个安尼，爱做个安尼，安尼我爱学。啊，伊透早嘛是讲哦，买爱食什么什么牛奶啊，是安怎呢？你爱去找新鲜的，蒸一个牛头，你到牛母遐下面去煎。二十四孝拢。拢伊爸爸你买牛奶好唔食？安尼哦，安尼你就袂痛过。哦，你做新妇人爱去买，爱较早起来，啊同款，你唔捌嫁着翁。你若嫁一摆，你后过仔你会晓嫁啊？你等待，我是爱你好，好朋友。阿伯会晓嫁，你是意思讲要嫁安尼哦？结婚就好，啊，祝贺你吼，永结同心，啊，后过仔好好去友好啦。哎，来，啊，今麦刷落去，要唱什么歌？我要唱一首中古歌曲，国语歌。中古哈，萍水相逢的人。来，阿帕婆过来一下哈。谢谢。萍水相逢的人。